是陈发阿陈，大家好。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陈方太阳能热棒的服务。那我们的服务范围是在太阳能的热水，还有热棒热水器。那这是属于节能的部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的话，它是利用空调的原理，它反作用力将蒸发器还有冷凝器反向操作。好，那本来我们要热，我们要冷，然后不要热，那我们现在将我们的不要的热反馈到水上，然后冷的部分呢就直接回馈大地，或是说在室温，像这样室温直接散热制冷这样。那它的运用蛮广的，它可以从制成预热，像食品的部分，还有高科技厂的一些洗槽啊，会可以做预热。那商用的部分，像民宿、商旅，还有一些美发、美容，其实都会运用到。那住家的部分的话，像这一款的话，就是属于住宅大楼型的，它可以放在阳台上，那也有放像透天独栋的，那也是可以做太阳能，它可以跟太阳能做结合。那太阳能像它是做热水系统的，所以我们太阳能部分有真空管式的，一片一片板式的。那我们的部分操作上我们会有面板，那它可以控制温度、时段，那还色温度。那它比较特别一点，它可以我们这有 QR code。那我们的服务是这样，就是说你如果扫 QR code 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你的安装时间、它的保护书、它的明版、它的一些规格，还有就是安装的照片。那以及就是我们维修的记录。那维修记录就是说之后我们陆续可能有来保养或维修的话，我们都会记录在您的那个 QR code 里面。那他会查到说你曾经来过维修的项目，还有就是收费的标准这样子。那我们的面板它还有一些特别功能，像有时候它会呼叫你说，要保养。好像有时候我们水里面都有水垢嘛，那还有就是它是钙离子形成的，它利用它会在热水加热的时候，它的钙离子慢慢就形成了水垢。那水垢的部分的话，它会影响我们的制热能力。里面我们有加热管。那个加热管它被包覆水垢了以后，它其实它的效率就不好。它效率不好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压缩机的排气，它就会越来越高，然后就也会影响到压缩机的寿命，那里还有效率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告知说，你需要保养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它就会说，你水垢太多了，那我们需要就是我们来保养酸洗的一些服务这样。那另外我们可以结合 WiFi， WiFi， 那 WiFi 的话，我们的另外的视频有介绍 WiFi 的操作功能，还有它的那个功能是什么。那所以我大概讲一下，就 WiFi 它本身的话，它可以连接这台热棒的开关操作，还有就是它的功率的看功率的部分，以及分析保养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远端你分享了 WiFi 给我们厂商以后，我们会分析说你们现在电流，会去比对之前的一个状态，对不对？那分析完之后呢，然后会告知说你们是否要保养，那再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美棒，就是我们水垢形成的时候，它这个是水垢，水垢所形成的钙离子。
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本来是一只镁棒，它是一只金属，镁棒金属。那它一直被咬到现在，就快没有了。那这本身它的效益是说，它镁棒跟里面的金属不锈钢做就是电位差嘛，它们会有电位差，就是两个金属接触的时候会有电位差。对，那那个这个电位差的部分的话，它会形成保护膜。它会将这是阳离子，就是镁棒是阳离子，然后它是阴离子。那阳他们就去就是不管水垢啦，或者是说一些腐蚀性的一些氯啊的部分，它会去咬这个镁棒。那咬到形成快没的时候，它就是形成这个样子，快没的时候，它才会继续咬那些像不锈钢的部分。所以这是保护，这次是要保护我们的内部的部分，所以一定要有它。那我们现在每个系统都会有这个镁棒，那它总是有一天会把它像这样子咬完，咬完了以后其实就开始破坏我们的同时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精准的告知客户这次快没有的一个讯息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有我们自己有自制呼叫器，当个快没有的时候，我们自制呼叫器，那也会，如果在刚刚讲的 WiFi 的这个手机的话，也会告知你说，我们镁棒快没了，你可以准备可能要替换要保养，这样子功能。那其实我们公司主要我们有几项专利，12项专利都是在保护我们的热棒。其实热棒能不能用的久，其实是看它的使用方法、使用行为。如果你保养得当，然后操作得当的话，其实它是可以用很久的一个设备。对，那往往市面上其实市面上有一些像分离式的，或是有一些强制循环式的，其实我们早期也是用那一款就是分离式，它需要被就是需要被关注的。因为它有里面有一个心脏，就是循环水泵。那个循环水泵的话，它要持续运作，它就像它的心脏一样，它持续运作。如果当你那一颗被卡住，或是水垢卡住，或是烧坏的时候，它等同热泵就是不能启用。对啊，那我们的不一样，是属于一体式的，它里面有盘管。对，那我们不需要那个水泵，我们直接加热啊，那效率也不错，直接加热，然后加上就是没有那个循环水泵的循环以后，它其实是不需要维护这些部分，所以我们的后续的维护会比传统式的还要来得快速一些。那在我们的专利的话，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属于机构的专利，它是可拆。那为什么要可拆？全部可拆？其实其他厂家也是都可以拆，只是说到底能不能在现场全部把它拆掉，然后做透视化的维修，其实这是很重要，就是。我们这个部分的话，可以在现场快速拆解。那拆解以后可以看到压缩机，看到全部的东西，然后甚至我们里面的那个一些电热棒啊，然后加热棒什么，浮球什么的，我们都直接是属于直插式的。那直插式的话，它是就为了方便我们整个快速的去拿取维修，包含镁棒也是我们直接做直插式的。对，那。全部的机构都属于可拆式的时候，我们方便就是我们在现场可以快速查修、快速的维修，然后也可以减少成本，不必要的成本，甚至有的严重到压缩机坏掉，我们或是直热管坏掉的话，我们都是可以在现场直接做更换。对，那现在是目前市面上还没有说可以在现场直接更换这么方便，还是有时候都要送厂维修。那你也知道说，其实我们这个东西有时候蛮大的，所以蛮大的设备你要退厂其实是蛮困难，就是还是要叫吊车，还是要因为有固定嘛，还是要拆解等等一些部分。对，有些厂家会报的，就是说在这个部分上就会报的比较高，或是甚至有用二手机来替换，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二手机，我们直接就替换，做这样子的一个部分。那我们这个推崇的是永久保修的概念，就是说它其实每一个零件、每一个机构，你都可以，就是在最快速的情况下去替换，对。那所以说它的维修成本就会比较低一点。
哦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，希望能让他就是源源不绝的去使用它。对，那因为我们这个系统的话是有可以跟太阳能做结合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夏天的时候就是太阳能很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利用太阳能；当冬天不够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利用热棒。那很多人在外面在相比，他们比如说太阳能跟热棒到底谁比较省？其实如果两个单独这样分开来比的话是差不多的，可是我们何不把这两个特性呢互补在一起？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产品。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很多住家哦，也都是跟太阳能做结合。那以上大概是这样的介绍，啊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谢谢。